小教室的基础课程，今天要上的是重心移动，包括脚步，包括配上手之后该怎么去移动手加脚，该怎么完整的去执行。OK， 一样，我们支撑小步。好，我们的重心呢，先大家认识一下什么是重心。大家在走路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自己的重心？重心就是，就我们讲走路就好，重心往前动，脚补上，这是最轻松的走路方式。在动作上面也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回到战斗姿势，手举起来，我们今天如果往前移动，该怎么移动？一样，后脚推，重心往前的时候，脚补上，脚补上，脚补位，叫重心移动。后退也是一样，对 ，OK。如果我们动前脚先动，一样，重心移动，脚补上，自然补到正常位置。所以我们每一步步伐都会一样，后退也是一样，后退。这是重心的移动，大家可以在家慢慢感受一下重心是什么。如果往左倒，脚会不会补上？如果不补上，自己就会跌倒。好，我们前面学过直拳、one two 跟左右勾拳。今天如果我们配上步伐，很简单，一样手拿好。出直拳的时候，我们出左脚；出右拳的时候，我们上右脚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下哦。我们先出左直拳就好了。好，左直拳出的时候，一样往前。再慢慢做的是，重心往前推，往前推的时候，左脚顺势补上，然后顺势出拳，同时到位。一，收的时候右脚补上。二 ，OK， 这是往前移动，走，一、二，两下。再次准备，走，一、二，重心移动。但如果我今天如果只用脚的话，就会看起来会有落差。好，我们如果今天都只动脚，来走。就会看起来没有那么顺畅，而且会拖拖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出灵活的感觉的话，你重心一定要会移动。OK， 好，我们再一次左直拳走，推重心，走走。好，我们换侧面，重心移动，脚在动。OK， 走，出拳回来，出拳回来。OK， 好，我们再慢慢做一次，一样侧面的。好，来准备走，一、二。所有都回到正常的原本战斗姿势。好，右直拳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好，如果我们今天只出右拳，一样上步收回来，一模一样。好，走，一、二。好，两只手加在一起，腕兔加在一起，走，一、二，收回来，走，一、二，收回来。现在这边有一个重点，你的脚跟手要搭配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脚到位的时候，手也要到位，同时到位，它才形成一个整合的动作，不然的话就会很分解。上步然后才出拳，收回来，然后才上步再出拳，收回来，就看起来整体上面看起来很不协调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出任何动作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打击点打到的时候，全身都是一致到位。OK， 好，我们再试试，走，一、二，走，一、二，对，把身体放到最大。还有包括我们前面讲的细节，腰怎么动，力量怎么来，是在这所有动作里面，它都是存在的。所以大家可能在家练的时候，就要去感受这些细节。像我们一开始练直拳，腰转动，加上脚步的时候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加上脚步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出腕特的时候是一二，那腰都是有动的，全身都是有动的。OK， 再看一次，来准备走，一二，对。再次哦，准备走，一二，你示范一个脚步越走越小、很不协调的腕兔姿势，上前走，会做得很不协调、很奇怪、很卡，因为它完全没有动，但只有脚在动，就看起来很奇怪。对，所以你今天要移动的话，所以你要保持随时都保持在正中间，你的重心随时在双脚正中间，不管我怎么动，都在正中间，我没有往前或是往后。所以我们侧面看一次，走，一，身体都保持直立的，所以我不会往前或是往后，都不会。对，一、二，重心都在正中间，都不会有往前或往后，这些都是多余的动作。我们不要试着去把身体往前或试着把身体往后靠。OK， 我们再做一次，来，走，弯兔，一、二，收回来，走，走。那不管怎么做，我们战斗姿势都是一样的，跟起初一开始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要去认识身体到这种程度，这边都是走 one two 回来 ，one two 回来 ，one two 回来，都一样，都长一样。OK， 这是大家在家可以去尝试看看。
然后脚步它有很多种变化，不一定只有这一种同手同脚的。哦，我们同手同脚我们都叫顺步，不同手不同脚叫拗步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换交叉步，一出左手上右脚。OK， 换成交叉步哦，出左手上右脚，出右手上左脚。对，但是一样，我们打完会回到原本的站桩姿势，所以我们试试看，走一出左手上右脚，二回来原本的站桩姿势。这是需要协调的，大家可以多尝试，因为我们在打套招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些移动，会有一些移动，你的脚步一定要跟自己能够搭配好，对吧？我先交叉步，换手，放勾拳，不要站桩姿势，你都要能够顺畅的去做的，所以脚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脚步要怎么移动，就跟我一开始讲一样，重心非常重要。OK， 好，再次走交叉步，一、二，都回来。在这过程中呢，前面讲的一样存在，腰怎么动，手不要怎么动 ，OK， 一样，身体推的时候，交叉步补上，再出手 ，OK， 然后再把它变成同时道。二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但腰会先转动，推的时候转动，同时出拳，回来，再次，来准备走，一、二，收回来。OK， 再次走，一、二，收回来，往后退一样，我们出同手同脚的时候一样，一、二，收回来，也是一样在原本的位置上，所以我们往前走，一、二，二，都会回到原本的动作上，但是一样啊，我们这里不往前倾，也不往后退，所以在旁边看一次，走，一、二，走，一、二，身体都保持正中。OK， 这是移动的重要性。所以在家的时候，除了练手上的东西、腰的东西、身体的东西，在移动上也要下功夫。所以可能在家练的时候，可以花非常长的时间去琢磨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你不去练，或是不去研究也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做出来。但是你有研究会差很多，它可以让你在身形上面会有非常大的改变，包括在做连续动作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。OK， 这堂课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一堂课见。